好的，我们这次要做视频哈，我们一口气把探险石全部做完。好，横沙世界，又复刻了。可以拿第二颗啊，这边拿一下好了。好，我们先做头部 ，Go。我按到手酸了。太华出金，好，头部做两个，头身腰手，身体两个，气血加8%，气血加8%，然后。满血死双防10%，反之气血外，还不错。好，再做一个。刚刚做到最好是魂元那一只。好，反正我是两个做啊，每一个部位做两颗，然后就换下一个部位。凤魂配环这个还好，那个暮云合璧也一大堆，这个我也一大堆。这张普路我已经做到第三颗了，第二颗。钱是不是会满啊？这个也一大堆，嘴小。手真的是很难做。小人杯哥。等一下还有绿水可以用。你不觉得这样一口气做很爽吗？虽然隔了很久。法师单点手是哪一个？带哦。这个也没有很好，小人杯哥，一堆一样的东西啊。玄龙玉戒，当前拥有一颗，玉麒麟，我好像有玉麒麟做。还没出货，1000颗石头不见了。显元珠，这个我没有，看一下。行动结束，对自己两个范围内的一个其他友方施加庇会 B2 状态，免疫污秽跟丰满，还不错，看起来不错。而且这个也不常见，应该是不错吧？看起来还不错啊。免疫污秽跟丰满蛮实用的。好了，终于没有好。宙斯助游雨是可以用。那冷华幽静，我是做到一大堆。绮罗天香一大堆，真的是一大堆绮罗天香啊！
怪怪的。好，现在有了。啊，火纹细玉。天穹剑印，终于有第二个了。你看，做300个，然后才抽到3个好东西而已。哎，减3倍，自身一格范围内存在其他友方的时候，法术免伤10%。这个没有限定角色，造出暴击降低10%。哦，这个给铁卫不是猛士用的吗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这个看起来效果不错。剑法黑影，这个也有了。哇，好像才按做到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风声兽魂。太原石还有2500个。法攻加7%，气血加7%，对友方使用绝学的时候驱散全群目标2个内所有友方1个的减一效果，增加1个增益效果。嗯，感觉好像很实用，又好像很不实用。但可以减两个 debuff 还蛮好的，然后直接增加一个 buff， 增益 buff。就是豆酱给助友用，给助友用比较好，因为助友比较常对友方放那个绝学。OK， 赞赞，抽到很多东西都是没有的。有很多吗？来5颗吧。明尊化玉，哦，这个我也有了。要击杀敌人是有点难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用。小人悲歌，小人悲歌真的是一大堆。穷铜灵戒，这差回好短啊，气血加18，免疫禁疗哦，免疫禁疗，免疫禁疗就足够了。下周开新视频啊，真奇啊，管他啦，反正开新视频你也不一定抽得到啊。欸，这个还不错啊，移动力降低，欸，这还不错欸，因为现在就是打 PVP 真的太多人会用那个移动力降低的 debuff 了，赞赞。好，等一下，我期待的饰品到达上限了，饰品会到达上限了，我2600颗。哦，缩减式武器，看来天地劫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呢？五尊神令终于有第二颗了，啊，有第二颗了。高伤攻击免伤提高20%，爽！那个 WiFi 头真的是很难做到，我已经按了10分钟了。
是侠狱界有很多个。幽了秀环，哎、欸，我这个地址抽到了，还行啊。免疫固伤跟封咒也算实用了。因为固伤的角色真的也是颇多。就是这个视频是真的很难做。欸，冷华幽禁怎么一大堆啊？禁品簪这个一大堆了。变法黑灵。这个也有了，啊，抽两个是好还是不好？看起来算是不错的啊，法术免伤哦。嗯，好了，没有好。东风入怀第二个，爽哦，抽到两个了。哦，火炸玉，很难得哎，那我说一点，哎，原来我原本就有了，我们看一下我会按到几点哦，会不会按到十一点？手在痛喽！玉姬灵卓拳啊，全体绝学法攻加15%，这个都不是单体的啊，总比没有好。OK。无边落木，无边落木，无边落木。无边落木会太多个。哎，怎么说辟邪玉佩啦？哦。神鸟，哎，快按完，快按完，再按二十几个，结束了，终于，再给我一个 WiFi 头吧，我想要 WiFi 头啊，死都不给就对了，复命神符，谢喽，天穹剑印第三个。无边落木，啊！行云流水，云龙雕环，这个还好，我觉得。玄镇古界，啊，真的，哎、欸。金分次罪，打防5%，气血5%，行动结束，对自己两个范围内的其他
一个其他友方施加辟炫跟预谋，好，刚刚好像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效果，免疫晕眩，法方加30%，免疫晕眩是还不错啦，但像晕眩的角色，欸，也算蛮多的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按完了。那个定笔单有那么多个，无边落木。那个手的真的也是很难做，穹铜灵戒第二颗。好，做完了，200多颗，原本应该是5200的泰玄石吧。除以36，144，然后加上这些绿水啊什么的，差不多。我们先批炼一下哦，有些东西真的是可以不用了。有些东西都是太多了啦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些东西太多了，太多没有必要的烂东西。神秘斗篷，哎，我没有把它锁起来。等一下，我把它锁一下。这样子，你懂了吗？这些都不用。格太多了，这个我觉得那种防御类的我觉得可以不用，我觉得还是要拼攻击比较好一点。那这个一大堆，好，就这样，龙了，龙耳龙起来。毕竟我也没什么在打 PVP 啊，反正只要剧情打得过就好了。我啦，我是这样子啊。然后我们来做，哎，这个没有买啊，做一下绿水啊，绿水的视频。每月限购一次，当前有一个叫什么天堂邪眼，应该很够吧？看一下，啊，对哈，我还有这个哦，一大堆，好。哦，真的可以超过300个饰品，看一下哦。时尚普渡也有了，原正古戒也有3个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用再要了。要再一个吗？天鹤朱砂再一个，非常显眼。没错，我是仓鼠。哎，这个。好，再一个，反正我绿水多嘛。我这个寒冰玉镯现在有好用吗？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再拿了，
怎么做一个随机视频呢？好可怕哦！蛇手灵技耶，嗯，嗯，随便做一个。啊！我鬼吼鬼叫，他难法应，法攻奇葩，暴击力奇葩，主攻造成伤害后对暴击的目标施加一个随机 debuff。哎呦，哎呦，很炫哦！哎，这个是不是比较好抽啊？虽然这个是随机的。啊？你是拿到两个，是不是代表它不是很好？那我刚刚看起来不错啊。哎，刚那个什么？烂东西，烂东西，烂东西。灵蛇金灼烟。免疫封咒禁鸟，哦 ，OK OK， 这个可以。哎，真麻烦。每月限购一次，按，按。快投！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两个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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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两颗了！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终于，哦耶！然后，终于，终于，这样子，我两个上场的那个助游都可以用 WiFi 投了。WiFi 投，哎、欸，这个要怎么弄头部那边？我们先把一些重要的锁起来。嗯，以前这个很好用，现在还很好用吗？我还是把它锁起来好了。爽啊，终于啊，终于啊！这个之前有抽到，这个很少，这个那么难抽吗？这个把它锁一锁。这个也很难抽，我到现在只有一个而已。所以刚刚抽到的是这一个，这个绿水抽到了，然后这个是之前抽到的，飞凤也很难抽 ，WiFi 绿水抽到了，人鲨鱼两颗，对，大概就这样，头部是这样。嗯，风脉头还不错。这个锁一个就好了。啊，终于，天穹建议两个了。这个御刃金配之前很常抽到，现在还好。五尊神令，神秘斗篷。这个如果是我给助游传，我现在想要练锦乐旗了，然后这个抽了两个，这个送风入怀也是两个，然后这个玄血腰带我到现在还是只有一个，刚抽了一大堆也没抽到，不过我是平均四个部位抽啦，所以也不太准。就是单体绝学的首部，我就这一个，唯一的一颗。寒月玉镯，
大概是这样。WiFi 头吧 ，WiFi 头，身体的话，我想给他穿这个，然后腰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给他穿什么，这个吧，可是要被打才有啊，就有点小小可惜。啊，这个是不用。这个火奶真的是太无耻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无耻。刚才有其实这一个灵虚扇也是很适合啦。看一下有什么，这个不适合给助游。嗯，好像没有更适合的哦。嗯，那我是，其实这个也可以的。这个幻月神珠也可以，我先给灵虚扇好了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账号这边有5000颗左右，就差不多一百多少，5000×36，138颗左右，就差不多总共加起来两个账号加起来大概300颗啊。好。我们先把它融一融，有些东西也是把它融掉。哦，我这边有两个，哦，这边还有地方神灰啊。哦，完全没抽到，刚才完全没，哎，我这边也有这个，哦，都忘记了。来了，头两颗鹿鸣灵珠，哎，欸，对，法官跟暴击，哇靠，太爽了哦！主动攻击目标中发生暴击，则对战后施加英雄，哇！哇！你暴击一加就算，然后你暴击成功就晕眩欸，好扯哦！啊，不过对方有带那个免疫晕眩的话就没有用了，再加蛇爬欸，很高欸，大拳击啊！大家明天台风假要干嘛？该不会要在家又耍废了吧？我刚刚去健身房的社区，哎，又有一颗。其实这个还不错，这健身房的那个不社区里面的健身房，但那个健身器材还是有一台，而且还是多功能式的那一种，就不是很好用。然后有一个住户在那边滑手机，做完一组动作就在那边滑手机，滑了每次都滑2分钟，有一次滑到10分钟。他是来滑手机还是来运动？烦死了！江泽银配，哎，这个我竟然没有。天，哎。欸，这次抽到都很多没抽过了，法防奇葩，这个我知道，但是这个好用吗？本回合没造成伤害者获得复仇跟记忆。欸，这个是很适合给那个鹦鹉血，看起来是不错的。771反击伤害蛮适合给鹦鹉血的，这是有反击角色。欸，给鹦鹉血是很强啊。再动脚，哦，冰力也可以嘛。可是我看到反击伤害，直觉就是给鹦鹉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它这个持续哦，持续一个回合而已哦，是有点短。那的确是给战斗的角色最适合的。爽哦！还屋戒三个，以前这个很难抽哎。朝清货庸。那给羽士类也可以啊，就是像那个银凤也是可以，就是用那个那一招，那招叫什么？就是先增益，然后再移动。那个有算吗？应该有算吧。就是可以按的某一个招式，然后可以再行动攻击的那种角色都适合啦。简单讲，应该只是这样。哎，乾元珠又有了，两颗，哎，我这边做的视频比较好哦，好很多。哦，玄血腰带到现在还是很实用啊，给那种猛士加。哎，玄血腰带可以给玄血腰带可以给猛士吗？应该是可以了，那应该没有限职业吧？哎，真的，哎，真的，真的，是反过来的。但我后来发现，悟空好像其实没有那么实用。我看 PVP，悟空上场的几率很低，可能他的大招变身72变真的 CD 太长了，不是很实用。但是蛮帅的。鲨鱼哦，我鲨鱼中了两颗了。对，白骨反而比较好用，我也觉得白骨好用。我白骨也很常上场，因为它有那个骨牢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甘云吗？这件甘吗？每吸带一个有益状态物防，哦，蛮适合给葛云一的哦。把防加5%，吸带大于等于3个有益状态免疫封咒哦。还有什么角色或者锦瑟琪，其实不用特别给锦瑟琪啊，你只要有带锦瑟琪，就是上 buff 带这个就很适合了。然后体位可以用，哇，那个体位跟豆酱应该硬到爆啊！还行还行，我还有3500颗，我真的按到11点哦。玄武玉啊，玄武玉我还是觉得算是不错的一个饰品。头部怎么这么难做？玉刃钦佩哦，怎么是第一次抽到？
小人杯哥，金配到底是算好用还是不好用啊？月满西楼。魔宝哦，我等一下看一下那个效果是什么，又忘记了。两千还有2600颗哦，难怪，难怪我一直觉得最近魔宝有够难打的。所以我现在看到魔宝就是用幽冰你去打它，然后我幽冰你又是带那种物攻的，基本上它还是容易被我一招秒掉，有机会啦。要不然魔宝那个一直回血真的是太靠北了，满了满了满了，好继续。保值哦，幽冰里啊，然后跟冰里嘛，然后安逸跟那个还有谁？就哦那个苏醒者幽属性凤凰月啊，我抽两个鹿鸣灵珠哎，爽哦！还有谁？我想一下哦。魔宝嘛，魔宝一定会练嘛，像见血反而比较少看到欸。然后光狼真的很多人用，对，大玄机，光狼大玄机，因为光狼可以带周遭的队友往前冲嘛，所以你打 PVP 就可以很快冲到敌人阵营里面这样。还有什么？反正我等一下打一下 PVP， 你们大概都知道哪些角色比较适合。反正是冰里跟幽冰里这两只就肯定是要练的啦。啊跟那个锦乐奇啊。锦乐奇也是蛮多人的。蛮多人练的。幽影征服欸。这个账号第一次抽到。本会中的击杀哦，击杀才有。你说火鱼奶是指谁？锦乐奇吗？火鱼奶。雷系都很淡吗？我想笑、哦。雷系有谁啊？好用的啦，阿良。阿良在 PVP 应该也很少见的。大公主哦，嗯，先不要好了，我直接现在不要。之前哎，封印沉醉。三个了，以前的话我一定会叫你练，现在我觉得还好，你可以先跑别的。真印算还可以吧，哦你说火云男是指两只角色啊，雅鱼跟锦乐奇都可以啊，雅鱼的那一招就是那个水弹那边弹那个还是很靠北的。当主当然还是可以练啊，但是你说如果锦乐奇跟雅鱼的话，我觉得先练锦乐奇跟雅鱼还比较好一点。就是优先顺序的话，欸，我记得大公主是第一个出结界的吧？印象中，白龟，你说白富龟吗？白富龟现在有人用吗？我现在很少人看到，欸，我现在超少看到的。
真的吗？我最近打 PVP 是没看到白富贵过。哦，对对对，第一个是霍庸，再来才是大公主吗？贪婪法印。按得好累哦。毕竟够硬啊。望佛朝中物，我以后是不是1000颗就可以来做了、啊？然后累积到5000颗，真的是太累人了。哎，新的玉蝶带翠是啥？法攻88头，使用绝学被克制。目标造成伤害后施加封禁。哎、欸，看起来蛮好的，断手头。使用绝学对被克制目标，什么叫对被克制啊？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我冰属性去打雷属性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有封禁效果，我觉得都还不错。而且他说的绝学没有特别说。群体绝学算不算？如果群体绝学算的话，是不是很 OP？ 油光金玉，哎、欸，油光金玉是不是很少？油光金玉是什么？我想看一下，刚没仔细看。哦，被我克制了才哦，我也是反过来，全属性奖啊，终于做到第二颗了。哦，快做完了，快做完了，东风入怀啊。哦，玄珠天护，法防气血加 5% 遭受远程攻击，对战中免伤暴击抗性加 10%， 暴击抗性免伤，哇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！铁卫、侠客、御风、豆浆都可以，也做到蛮多很特殊的。如意珠翠，尼克我比较少看到哎、欸，我遇到的都是冰里最多，一上来就是冲我脸，然后放那个面剑罗源帮我卡在那边，有够哭了。我做完了，全圈腰带哦，我做了两个，爽。啊，没了。好，我们剩绿水还没做完。
这个我就一个哦。寒月，天狼邪眼，应该也不用。池塘普渡在哪一个？三个。好，来来来，幽遥相还。哎，没了。好，视频大概就做到这里了。好，还算 OK 的，我觉得算是 OK 的。文煞玉之前就是给李优种的 ，WiFi 头没有做到，有点可惜。哦，灵玉石。哦，我把这个按一按哦。啊，鹿鸣灵珠，前方神会我一直想不到要给谁装，那就玉峰可以用。好，我们饰品都抽到这边了，300颗左右啦。好，所以饰品是真的不是很好做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